从那里走路的，我们要坐在一辆明亮的看到，让长期期待的小时光的人们能像阅读的我们一样的非常好。其实许多人对于台糖的印象都在糖厂工厂，但是这不仅仅糖一直到很早在台湾生活中，是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，担任普通